看看新闻网。由时尚手册将要聚焦两位红毯女王啊，在戛纳影展的红毯上，如何能够所向披靡呢？看完下面这条片子，一定能够了解一二。本期环球时尚手册将关注四大天王中的亚洲舞王郭富城。被称为运动达人的郭富城，在生活中是舞蹈、赛车、高尔夫、马术等运动中的佼佼者。不过天王和马儿之间会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，本期节目就将为你揭晓。赛马那个比较更气节一点，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动物，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有他的灵性的动物。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法国南部小城戛纳因为电影节而沸腾。环球时尚手册记录了范冰冰、李冰冰、冯绍峰等中国明星在红毯上镜头前的光彩，也独家见证打造红毯达人背后的忙乱与困难。北京又带过来的连夜，然后在上红毯的前三个小时才拿到这件衣服。了解我的人还是我自己，做了这么多年，我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发型，当然也一定要就是说听取别人的意见。带伤上阵的冯绍峰拍摄杂志封面时有哪些幕后花絮？佟大为、关悦夫妇如何变形红毯上的金童玉女？生活中的明星还有什么私人趣事、扮靓心得？敬请关注21:30即将为您播出的环球时尚手册。新一路在线综合报道。